接下来今天要介绍的是女明星们最近所发现的新的咖啡店的美食。不过在欢迎他们之前呢，就是我是要跟大家隆重介绍我旁边的这位女歌手 Elephant D， 因为她呢竟然已经跟张惠还有张惠妹列为同级的，就是一售票就秒杀的 Elephant D。你的演唱会秒杀哎，绝世天后。现在不能发出，因为要筹备演唱会的歌曲，是不是？那不要主持好了。你不要以为你秒杀就可以不主持康熙。虽然跟江蕙、张惠妹一样都是秒杀，可是毕竟他们的场地是容纳一万人，我的是一千人。然后所以还是有落差的。场次呢？他们是十场，对不对？他们是20场，他们是20场都秒杀。那你呢？我绝对只办一场。可是我不封麦，我们也要封麦。所以你要继续唱，开麦，继续唱。我们可以封，把你封住。你们可以封我，但是我不封麦。小 S 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再。可是因为我在那个宣传的报纸上面都讲了，说我的好姐妹会来，包括范晓萱、阿雅和大 S。对啊。然后大 S 就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要去的事情讲出来？”他说：“这样就没有神秘感啦。”我说：“因为我怕票卖不好。”就这回赖在他们身上吗？你觉得他们是不是要来看姐妹套才买票的、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阿雅先不想，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要看她。可是范晓萱跟大 S 也很久没有出现，大家应该也是蛮想看的吧？我很理解你现在在撒娇，你希望全国买票的人通通说，我们只要看小 S 一个人，叫那些姐妹套。哎呀，你真的。是大家为了看到你啊，因为是范晓萱跟范范都有自己的演唱会，他们为了看他们，他们会去买他们的票啊，所以买你的票就为了你了。你们说对不对？对。所以呢，非常谢谢大家买了这个 Elephant D 演唱会的票，然后好好练习，他会好好的表现。那另外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了众多女明星来为大家介绍他们新发现的好吃的咖啡店的美食，欢迎六位，你们好。欢迎。还有一个不是女明星，有点难听。差不多。哦，这样不对，这样不对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好，然后当中有一位呢，今天来跟小 S 踢馆，是产后恢复身材的，对不对？是。曾凯旋小姐，请起立吧。哇，这是个厉害的。这太夸张了。你生完多久了？8个月。8个月很久了。哦，也是很厉害。你生完多久就可以变成这样子？5个月吧。那比你慢对不对？5个月，我几乎生完的隔天就是这样。哦，没有，我没有那么厉害。你是卡车去卸货，然后就开走吗？因为第一胎通常会瘦得比较快啦。啊，我毕竟是3胎了。你们结婚应该是还不到1年吧？结婚1年多了，那才刚开始，差不多1年多。所以你要告诉他3年会怎么样吗？大概到第3年，你就不会想再看他。到第4年的时候，他只要看你一眼，就会说。所以赶快珍惜这段时光吧。对，好，很难得请到曾凯旋，今天也要帮我们介绍他的美食哈，欢迎你，请坐，请坐。然后呢，在开始之前，因为有一个东西在我面前已经快要融化掉，就是这里有一杯咖啡，然后有一朵云飘在咖啡杯上，然后这好可爱，这朵云渐渐在融化中哈。云朵咖啡，我必须要先讲它，因为已经在融化了，所以沾到了。请问是哪一位带来的？应该是你吧？他不是跟你肩上那只一样吗？对啊，就是那个，可是是曾凯旋带来，对不对？所以是我们两个朋友的那个咖啡厅的，是不是？好可爱哦。是黑鸟吗？是黑鸟先生。黑鸟先生，对。我这个朋友他就被这只启发，然后就说要用这个开咖啡厅。咖啡热热的嘛，然后所以呢，它那个热气就会让上面是棉花糖，所以它就会让棉花糖像下雨一样融化滴下来。所以如果在餐厅里面喝的话，那个棉花糖会在你面前慢慢的对，很漂亮。大概过3分钟之后就很悲惨，因为就剩一根竹竿上面黏着，很稀疏的感觉。凄凉啊！刚开始很可爱，就会长这样。所以它要够热，是不是？对，它会用蒸汽，然后慢慢就化进去。所以如果你赶时间，也应该点别的吧。还是它棒子可以拿下来，在里面搅。可以，这样可以。所以胡天蓝这个就是好玩而已吧。第一件事不是要去碰那个那个云朵，我会想要把那个棒棒拿下来。搅搅看，嗯，我试试看哈，快速去搅拌它，所以把它拿下来就插进去，是不是？是，就是的。哎呦，马上融化，就融化在里面啦。现在可能咖啡不热了，它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融化到一半的时候吃最好，等于是有点加糖，没了，加糖的效果没了。那你就先毁掉了，直接化为乌有。
蟹座表情的。他没有云，那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可是如果现在喝，应该就是很好喝吧？有棉花糖的味道，一秒消失，甜甜的，有吗？好像就是放了一点糖的感觉，有一点的。那我觉得不错啊，它可以依照个人喜欢的甜度加。嗯，我觉得恐怕比较适合约会的人找话题用，就是有一朵云在前面慢慢化掉，所以他们只有热的。也有冷的，有冷的吗？冷的上面不一样，是也是用那个巧克力粉撒的黑鸟的形状。OK， 嗯，所以宽姐，嗯，是你要参加那个参加什么？艾乐芬蒂的演唱会吗？当然了，他应该会邀请我吧。我是没有邀请哎，是吗？好啦，你们强势媒体嘛，没有关系嘛。好，宽姐，嗯，那个今天带来的美食当中有一些是有冰淇淋的，比棉花糖一样紧急的话，我们要先介绍。啊，非常非常急迫性的。所以谁带来的有冰淇淋的？熊熊嘛。我。好，熊熊，你带的是什么？我带那个日式水果松饼。是这个吗？嗯，少女哦。嗯，它冰淇淋有点融化了，所以它本来应该长得更大。它冰淇淋原本是立体的，就是一颗球这样子，可是融化了也蛮好吃的啦。Jenlin， 所以它可能就叫 Jen， 它本人老板他是老板娘是日本人啊 ，Jenlin， 然后他们就是一间日式的那种。甜点店，就是它整个风格都是很简单，很日式的那种。所以请问，这里面的做法是日式的做法吗？对，它跟一般那种松饼不一样。一般我们那种松饼不是格子的那一种嘛，就是比较硬的。然后它那个松饼是软的，就是它吃起来很像鸡蛋糕。吃一口看看。哦。不要这样子。哦什么？哦什么？就好软啊。它都拿来了。有比较软吗？比一般的松饼好吃，不会，它不是那种，它不是软到很烂的那种。可是因为一般会想要吃一般松饼的人，是在追求一种酥软酥软的感觉。可是它这个就是很，真的是软。请问松饼跟，可是因为你常常吃那种酥软酥软，你不会想说尝试一点别的吗？它就是它这个是 pancake， 不是 waffle 啊。对，它是 pancake， 不是 waffle。所以这是煎饼，对不对？对，因为台湾都已经叫松饼叫惯了。台湾都叫松饼吗？对呀。其实它是这个真的很松哎。可是它很像那个，所以是像海绵蛋糕泡到冰淇淋里面，对对对，它就是英文的 shortcake， 然后又比海绵蛋糕扎实，就是对，就是那种，对，它是介于蛋糕跟松饼之间，它是 strawberry shortcake。如果你们要吃海绵蛋糕，为什么不直接点海绵蛋糕，要点松饼？咖啡厅没卖海绵蛋糕吧？你去面包店才还是有差别，而且海绵蛋糕更软，而且海绵蛋糕是我奶奶爱吃的，对，是那个年代是要长得要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追求一个吃的像海绵蛋糕的松饼？但是它比海绵蛋糕扎实啊，还是有差。而且女生去那边还是想要看到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吧。我觉得你秒杀以后态度很嚣张哎。有吗？有的，没有感觉出来。有一种。可不可以录快？可不可以录快一点？我喉咙很疲倦。有什么事吗？宽姐手上拿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冰淇淋。这个刚刚吃完厚的，现在吃薄的了。香蕉榛果，法国薄片。这个说是法式薄片。法国薄片那种。而且它的口味，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那么爱吃甜的，所以其实它的口味没有那么的甜。然后它里面有榛果，就是会让你就是嘴巴里面还蛮香的。所以它来自。旅人咖啡，对，旅人咖啡。那因为我们是之前在隔壁的电视台常录影的时候点他们的沙拉，然后因此接触到他们的薄饼。那因为薄饼我以前在瑞士就很常吃，所以就觉得还这家的还不错。嗯嗯，真的吗？好有深度的味道哦。真的吗？然后它的冰，哎，它冰淇淋演唱会更有深度。它冰淇淋也不到那种深度。冰淇淋是香蕉、芒果，牛奶、芒果的，很厉害。拿出来不就是一盘什么都有的东西吗？我其实不懂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大份，因为他是给因为他够分着吃，对啊，就大家分，对他够薄。可是现在很多人是没有朋友的啊，你怎么没有朋友？你有兄弟姐妹了。所以他就想要一个人去咖啡厅，就这样就很困扰啊。所以目前如果是一个人去吃这个，很可怜，是不是？应该是失恋了吧？对，应该对，很少已经豁出去了，然后发泄这样。这感觉像是一个老妈妈做的，比较有成熟的感觉。对对对，那个老妈妈，然后她感觉她历练了很多很多，她去过很多地方，就跟刚刚那个青春少女完全不一样。刚刚那个就是一下这样子，这个就是她好像她去世界很多地方，然后现在独居在一个点，她把她人生的经历做给你吃。你是在讲介绍人吗？没有，我在讲这个味道。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是就是老没有独居，跟刚刚那个差了在五六十岁哦，那个味道。对啊，是店主真的？你认识店主吗？这一家我不认识，这一家是纯粹我真的喜欢吃他们的东西。店主刚才听完，应该很生气。还是说店家其实他就是独居老人？那万一
像是一个少女。没有，可是真的，这是很特别。只能说他做菜是真的有深度，对不对？就一般香蕉通常都会只配搭配巧克力，那它还有榛果，还有芒果，是不是？对，酸酸的，它是有酸到很甜，然后香。好像今天又会划分为年龄不同的女生的口味耶。是，熊熊就代表少女的口味。所以听，我觉得它的皮好有嚼劲。怎么办？嚼劲来了，嚼劲啊！嚼劲是我形容嚼劲。你们是手感，为什么不拿馒头沾在一起？因为比较少女的形容。徐家瑞创意天天美食，小 S 奖品超老派，公主杯，好像是韩国的选择，这也是你介绍的吗？我讲它这两个都不一样，要先吃哪一个？先吃小恶魔的选择，恶魔什么？恶魔的 taste， 所以里面有巧克力、巧克力碎片、巧克力饼干，然后巧克力 custard。怎么办呢？我必须要用一个很老派的形容词。是，你吃了什么？公主杯，难忘呀，真的很有嚼劲。这叫公主病嘛？这叫公主病。公主病。那我想等看，我觉得你要听我说一下，就是你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甜点控。这个店是我去吃了以后，我觉得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是 pancake， 它叫煎饼，对，就叫煎饼，日式的煎饼非常好，而且它很非常 Q， 它很好。它来自冥王星吗？没有。你说他很好，是说他会这样做给老人吗？等一下，我讲这个店叫 Mr. Blackbird Cafe， 不就是这只吗？就是刚刚黑鸟咖啡嘛。所以你跟曾凯旋，这是我自己逛到的，这不一样。你跟曾凯旋晚上，我通常运动完，然后吃完晚饭，我喜欢在我们家那边走走走走走。有一天我就走，我去经过一个店，我说天哪，为我回到纽约，因为你一进去的时候，它这个店是像纽约地下铁的那个铁的那个感觉，铁皮地板，对，很酷，台湾几乎看不到。我待在纽约的 Mercer Hotel， 我才经过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天哪，这纽约吗？然后挑高带两三层楼高，里面像艺廊一样，全部是画，带好几师傅。有分好，它有两种嘛，这种是小公主嘛，不是公主病。公主病，那这样是恶魔的选择嘛？小恶魔的选择。等一下，这也是你介绍的吗？曲家瑞，这是我介绍。我讲它这两个都不一样，我先讲一下。你们要先吃，听我讲，要先吃哪一个？先吃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先吃小恶魔的选择。为什么要小恶魔的选择？就是。全部里面恶魔什么？恶魔就是黑色、深色，所以里面有巧克力、巧克力碎片、巧克力饼干、Oreo， 然后巧克力 custard。怎么办呢？我必须要用一个很老派的形容词。你吃了什么？公主病。然后呢？真的很有嚼劲。实话实说嘛，这个真的好好吃哦，好吃，对不对？对。而且你知道，吃完最开心的是愉悦，是舒服，是爽快。等一下，我听完 pancake 在追求嚼劲，它的 pancake 有馒头的嚼劲哎，真的有。对啊，怎么会有？照理说不是应该是松掉，可是它是可以嚼很久哎，因为它里面没有加水啊，它新鲜的蛋啊、牛奶啊、进口的那个可以嚼很久哎，可以嚼很久，不是海绵蛋糕哎，而且那是这个是我现在放凉喽，如果你在店里吃全热，那多好吃还得了？是，尤其你在吃完小恶魔之后。你吃这个，因为它是酸酸甜甜，它的草莓跟 kiwi 一层一层加上香草 custard 上去，一层一层叠之后，你就仿佛你就置身在公主病之中。好吃哦，当然是这个好吃。没有都好吃，好不好？好吃，都好吃，都好。你要两个都要点，都还有嚼劲。我喜欢小恶魔。对啊，小恶魔的选择嘛。这个我也喜欢小恶魔。这个可以吃比较久，我觉得，对不对？不要不会腻。哦，对，有甜点，但我觉得都好。吃到后来，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好正，很棒，对不对？那个融合的感觉，下一个可能问题就是。你们每一次点了甜点，然后冰淇淋就很快就化掉，你们怎么能够聊天然后吃？一开始一边吃一边聊吧，就一边吃一边聊，然后最后把它混在一起，你要最后这样粘在一起，一坨这样，对对对，你不就是可以弄乱啊？拍完照可以啊，拍完对拍完照，然后就可以乱搞，对啊，让手机先吃嘛，还可以这样沾奶油，然后涂在对方的脸上啊，那个是真的，刚刚先生正在做，你有干过这件事吗？没有哦，男生是不太懂吃甜点会有恋爱的感觉。没有，可是我还要讲一点哦，因为其实我也有点这个咖啡，我当时没有很相信这个棉花糖，我说真的吗？然后我有去他们那个厨房看，真的有一台棉花糖的机器，哦，在那边做，是真的现做的哦。而且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厨房是我们厕所讲干湿分离，它是甜咸分离，它甜的厨房跟咸厨房是两个是完全分开的。这次我为了要来推荐，我有做功课，我要确保，我就在那边看他们做。是，那做笔记。然后你知道这很干净，因为一般的厨房是它做完咸的，旁边是甜的。他们应该觉得你很烦吧？没有，因为我很在乎。你平常我吃的什么从哪里来的？你以前说的你的大食怪的食量，是对咸食，不是甜食。没有，我要吃咸的，再吃甜的。所以等一下你会看，我会推荐他一个咸的。OK。对，我通常是这样，一点咸，一点甜，再一点咸，再一点甜。你讲完话可不可以自己说 over？ 不然我们真的很难受。
因为我你一下以为他讲完，然后他又在这个弄。还有，我知道你现在很不耐烦。爵士歌手，你们怎么尽量讲完？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么大、啊？这应该是木星爷的介绍，不是蛋糕。哇，这是我解释的 cake 吗？让我解释一下，让我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擦祝你生日。这哪是下午茶吃的、啊？不是不是，它这个有很多尺寸，然后今天制作单位买的是大的，那我有讲说小。我刚刚都跟曾凯旋聊都没有问，没关系，我已经。所以你也会抱着他过马路吗？不会，我就这样难走，但我们会牵手，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会。吃饭也会牵？哦，我们朋友会一直讲说怎么吃啊？就坐在一起这样牵，这样走一起对对面也会牵、啊。真的假的？对面怎么牵？桌上牵，就桌上牵，因为朋友会觉得说没有他吃不下去，很少啦。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吃到好吃的东西，我也会这样捏一下他大腿。干嘛？加护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也是一种亲密的小举动啊。那他要回捏吗？他会回捏。啊，捏哪里？因为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经历过，就是互看很久很久，就是在夜店，即使是那个你这么五光十色，可是我们俩就会活在自己的世界这样对看。那都不讲话吗？很久，然后就是一边看一边喝酒。都不讲话。你说已经到了旁人会觉得你们两个怎么了的状态？对啊，旁人就会说你们俩不要再演了，好不好？可是当时是就是。所以就看的时候是好爱好爱吗？对，就想说你看我们可以撑多久。现在已经不会互看，可是就是会这样捏一下。所以刚刚那是在比赛谁先眨眼睛吗？或者比赛流泪？谁先流泪？谁先流泪？这个到底要怎么介绍？好啦，等我先讲。这么大一个，这个东西呢？从外面它是有啥什么东西啊？好吗？好，来做好，现场切啊！它上面是什么、啊？这个东西呢？你教一下大家怎么切嘛？它这个东西其实它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它来的时候它是你是一个圆形的蛋糕，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就只有鲜奶油，然后它会给你一个焦糖片，然后你要把它压得很碎很碎很碎，像粉一样，这个有点太大了，然后撒在上面，然后你再吃，就是这个焦糖是不是有点大。Happy birthday to you。开始练歌，绝世天后。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介绍这个，是因为它其实是焦糖鲜奶油蛋糕，它但是它一个很不复杂的东西，它就是焦糖鲜奶油蛋糕。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对甜点很困惑，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决定，我看到它的时候，里面我是要点它还是不点它，因为我不懂这是什么事情。太大了，对，那就是因为像你讲的，你说上面我切给你这是什么？可是这个是什么？OK， 它就是一片片是焦糖，它是焦糖片，然后它里面就是海绵蛋糕，但是呢，其实很好吃。对，它的焦糖是很苦的，那它的鲜奶油又不甜。它好像是那种用蛋白是不是？用那奶油打到。发泡的时候，然后结成酥以后，可是我们平常吃到的不是有焦糖，它这个是有焦糖的味道。它虽然看起来，所以它现在上来的时候，它的压力应该比较大，因为你前面吃了那么多款的甜点，对，所以它应该是打出来的话，它应该是它上面那个焦糖片来了，因为它虽然它看起来很普通，但其实是真的是非常，而且那个里面的焦味好好吃，对，它是，所以它是一个，而且你看大家就可以。你看你是不是很想讲话？对，你想讲就是大家看它的切面，它其实切面里面是没有馅料的，它就是很薄的鲜奶油跟海绵蛋糕。哎，你跟曲老师一样，也都找不到断点呢。我看一下，你聊什么？再给你切，好吧？你要说什么？我说那个焦糖甜中带苦的，非常好吃啊。就是。感觉太好了，因为你跟我在我后面，你这样然后对对，我以为你要去上厕所，没有，甜中带苦，好吃哎，这不是完全不腻，不是应该讲说没料到它是会粘在牙齿上面的那种粘度，那种也有也有，你看它的蛋糕里面的层次有点像广东典型的马来糕，哎，它那个层次很绵密，然后它的鲜奶油用得很好。然后它最难得的是它上面这个焦糖，就像汉年讲的，我们平常对食物酸甜苦辣咸，苦是在舌根的地方，所以它吃到最后面那个舌根感觉，那个焦糖的味道一直存在你的舌根，所以它这就是非常好的甜点。你的话竟然有被别人赞同？对，其实真的讲得蛮好的。你也没想到吧？有，那个我真万万想不到。可是为什么他讲的那么好的一段话会被浓缩成只有四个字？因为我们是简单扼要嘛，对不对？我们讲话就是这种风格。所以刚刚那四个字是甜中。中带苦啊，对啊，然后那个焦糖的味道一直在你的嘴巴残留，现在还在吗？还在，现在还要用那个牙线去抠嘛，粘在上面，附着在上面，抠下来可以再吃一餐的、啊，再吃一顿。徐建国梦幻原味水果卷，小威神五个字形容完毕。我那还没有，我是最厉害了。你那是甜的还是咸的？甜的，甜的。我跟你讲，压轴最厉害的，草莓的。
就是瑞士卷，它里面全部都是最新鲜，它是早上做，下午才供应出来。吃过全台北最好吃的，它叫那个水果，原味水果卷。那它就是原味水果卷。水果卷那五个字已经把它事情讲完了，是不是？他人家做人很脚踏实地，他都没有要浮夸哦。真的，这个真的非常好吃。你约人去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是约男生还约女生？有男有女啊，当然一起去吃啊。那你会换上洋装吗？还穿粉红色，比较值得下午茶的气氛。要转圈圈这样。你现在是在一家正统的公司上班呢？是啊，上班。你应该不可以下午茶了吧？没有时间下午茶。我觉得男生顶多说要不要碰个面、喝杯咖啡，不会用到下午茶这三个字。可是你有说过下午茶三个字吗？有啊，讲过。真的假的？真的啊，下午茶。你就说要不要一起？不是，连我都不讲下午茶。真的假的？对啊，通常朋友都说 OK 没问题啊。是吗？你会用下午茶三个字？不然呢？下午饭。他来临得啊。从来没有说过下午茶三个字。你讲不出。男生通常应该就说我上次听朋友这样做一下。咖啡厅都是有下午茶。那是女生。咖啡厅你什么年代的人？怎么讲？那男生怎么讲下午饭？就是找个地方坐一下。聊聊天嘛，聊个天就吃个东西嘛。可是他们会问说你要去干嘛？去那个咖啡厅干嘛？就下午茶。男生应该会说喝个东西。说你要去那个咖啡厅。感觉男生应该没什么想。不会讲下午茶。然后你约碰面是说我们碰面聊个天吗？就喝个下午茶。聊个小天。喝下午茶就会聊天啦。然后会再去看电影之类的。要不要出来喝个下午茶？你忘了他的兴趣是吃那个沙发垫，需要要不要出来喝个下午茶？你应该是从小时候帮妈妈在做那个真的垫子，沙发后面的垫子，可能就喝个东西啊，比较少就是下午茶。你在演艺圈有朋友吗？当然当然，讲讲一个我听听看，就是 Janet。Janet 你说可以出去下午茶的朋友？可以啊，我们有时候会约出去吃饭啊，这个很正常。Janet 还是有啦，多多少少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听个演唱会啊，比如说那个爵士天后嘛，那个你听不到 ，Elephant D， 我们也会秒杀，进不去啊，会啦，会，不敢相信，真的进不去啊。不是，因为这一开卖就卖完了。今天陈汉典，我讲真的，我没有票，我不会让你进来哦。不，我是真的，我也想买。你不要误以为你跟我一起在同一个节目出现，我就会什么，知道吗？卖个面子让你进来。我知道，但是我也是真的想要去买票。我就跟你讲，真的不行，票卖完了，你进不来。OK？ 是有缺工作人员吗？好不好？引导的，哎，这边怎么？我郑重宣布，陈汉典进不来。也不用秒杀，这个就嚣张起来。还好吧，我们可以开始是咸的了吗？可以。我的还没有啊，我的最厉害了。你那是甜的还是咸的？甜的，甜的。我跟你讲，压轴最厉害的。是什么？是什么？水果原味。妖怪，麻烦你。哦，这个啦，草莓这个。这个很非常厉害，这个啦，这个草莓的。就是瑞士卷，日式的瑞士卷，它里面全部都是最新鲜，它是早上做，下午才供应出来。请问来自哪一家店？来自没有啊，来自那个中山北路那边巷弄里面，巷弄里面有个 piece of cake， piece of cake。对，你跟John约喝下午茶就是吃这个？没有John，到底是谁啊 ？Mary， 好，还是有没有很棒？怎么说？就是它就是一个卷，因为我这次吃过全台北最好吃的，就是它叫瑞士卷，不是它叫那个水果，原味水果卷。那就是原味水果卷，水果卷那五个字已经把他的事情讲完，是不是？他只能说他做人很脚踏实地，他都没有要浮夸哦，他就是真的，这个真的非常好吃。就是他叫什么名字？全台北最好吃的瑞士卷就在这里。除了原味水果卷之外，旁边是这个是布丁吗？对啊，是他布丁，对啊。就是卷嘛，就是卷。而且你看，你把它咬下去的时候，根本不用咬，你们有在对话吗？他完全没有卷，他完全没嚼劲，一抿就水乳交融。你们有人可以想出除了卷之外的形容词吗？因为我觉得这叫什么？因为平平淡淡过一生。什么？他有一种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寄独居老人之后。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跟你讲，一个个性，你干嘛来跟我们谈心啊？就是个性不要太强烈的人很适合吃。你想要很平稳，你不想受到刺激。谁会想要点平平淡淡过一生啊？对，因为他就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朱老师，你知道他这个？因为其实跟在木西岩那个之后，其实很困难。可是这个东西，那我下次也要推出一盘中庸的。对，平平淡淡。
很平淡。问你说想提什么，你都不记得。哎，不记得了，没有。对，就这个。你好，为什么没有？我认为这一盘很适合上就会日本的文艺电影里啦，就是那种很看起来很清新、很漂亮的。接下来我们是咸的，刚才你说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蒜泥狠是吗？对，蒜泥狠那个厉害，脆皮炸鸡。脆皮在这边，我好像听过。这是我小恶魔的选择。哎呦，哇，也是黑鸟先生的吗？对 ，Mr. 很漂亮哎，很漂亮，你看看，而且这个服务生要有功底的。这个很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叫蒜泥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如果吃下去蒜泥狠，哦，分量很多。这么大一个，你知道它是整个鸡腿的肉切成两块，然后里面是这个牛番茄。所以许佳瑞，这个平常在店里的话，就要自己把这把刀拿起来，然后自己切，慢慢的你切煎饼，再切这个鸡一起吃。这个是咸食了耶。是，可是上面有撒蜂蜜是吗？那就是我。超好吃的，我觉得香哦。它是蜂蜜的感觉，我并不会觉得它很强烈，可是我觉得它那种酸咸的味道，很开胃。嗯，那你会把它当成一道充饥的食物，会可以吃饱哎。加那个胡麻酱非常经典，非常棒哎。对，非常棒。那天我去的时候，那胡麻酱我都可以自己这样吃下去，配一碗白饭都可以。解腻啊，是，对，超棒的。我觉得咸点要做出甜咸的，真的是还蛮赶的餐厅。哎，你跟你先生去日本的时候，有被他带去什么他很得意的店吗？就是他带你去的那些。同一个行程，他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去吃哪些店，一定要去。然后你去了以后有。你要表达出赞叹，说真的很好吃吗？他会一直问，那你就敷衍的回答说，好吃，好吃。所以你要不要夸奖说，老公你好棒，都可以找到这么厉害的餐厅？讲不出来，所以就用眼神传达，是不是？就说好。老公见这些餐厅都还好。可是他说你好像在日本的时候有专门追寻某一家的蛋糕去吃，是不是？就是它是海绵蛋糕嘛，然后有很多水果。就是女生会喜欢吃那种，然后不知道哪一间我也有吃，对，是台湾吃不到吗？台湾吃不到。再来这个是林太子帕里尼嘛，对，这是我介绍的，对，店名是它叫做 Campus Cafe，Campus 就是 Campus 英文，对呀，所以啊，我今天就是介绍他们的。你去过是不是？不是，我有读过他的报道哎，所以是来自 Campus， 那他的老板今天也在现场，因为那老板很独特，就是他原本是竹科的，那因为他就是觉得太累了，所以他就自己来开咖啡厅，然后没想到咖啡厅更累，亲力亲为啊，他们家甜点都是他派来自己做的，对，好像会很饱的那种，没有，可是他其实切一半的话，一人就是四个姐妹，他会刚刚好啊，然后他薯条你也可以不用点，你可以单点他这一个。帕里尼，对，他加薯条加生菜，这样一盘要200多块钱，好便宜啊，帕里饱了。学生就吃得了，可是你知道它这个分量其实比较像美国的，因为国外的分量，对，它是很它的分量其实很适合 share， 像你后面的分量，后面是不是有个热狗堡很长那个？那个就是也是让大家 share 的，他们店里都是。所以要请张月平切吗？你有在想看到我很漂亮吗？很漂亮啊，所以你喜欢看你的节目啊？你说我个人的节目吗？对，就是我要走开。你个人有什么健康？他会想要去听他的演唱会吗？会啊会啊，秒杀了，没关系，你可以进来。我站在旁边站8年，让启维去切东西。启维，谢谢你，好，等下拍照，等下拍照。所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薯条。对，它薯条可以，如果你觉得太多的话，薯条是那个许佳瑞的那个强项。哎呦，哎，他给许佳瑞吃，喜欢吃薯条，我一吃我就知道好不好吃。来，你试一下。我一吃我就知道。许老师，你试一下嘛。等会，然后像你啊，如果想要找回那种以前念书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这就是开在一个学校。我告诉你 ，Mr. Blackbird Cafe 的薯条更好吃。真的吗？哦，只是但是今天没带。你有没有礼貌啊你？今天没带。可是黑鸟先生，为什么黑鸟先生没有赵又廷吧？对啊，黑鸟先生有一个帅，有一个帮我有阮经天，帅有阮经天，帮我做甜点真的超帅的。黑鸟先生刚刚是不是有派两个人进来？我也有一个好不好？你来，有一男一女吗？你来，我也有。来，哇，这有型的，有型的。甜点的那个，来，我今天在，你过来。哎，有我，你过来看，这也不差哦。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那长得像李静娘啊。真的，所以你想要帮助他。你是 Michael， 你现在做甜点了吗？对，我在做甜点。你是专业的甜点师傅？也不能说专业了，有会做。所以你说，而且重点是他会做，你是亲眼，两个不一样啊，会泡切，他会做，那不一样的哦。所以好，你们出钱让他们两个开一家店。许佳瑞，你是亲眼看到 Michael 端着，对，我就到厨房去，到了他的这个
甜食的厨房去，我就看到他。所以我们刚才吃的那些什么煎饼都是你做的？对，他做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店长。哦，不好意思哦，我们这家店有。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那你们家没有咖啡跟马克杯，我送你们。你们家是只有酒杯而已。哎，真的有礼物哎！谢谢。怎么办？他们家有礼物哎。对啊。赶快去叫黑鸟先生拿东西来。好 ，Michael， 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凯旋吃的那个三明治了吗？还没。它的三明治里面是明太子的那个好吃，费城牛肉，费城牛肉跟洋葱还有 cheese。刚刚那一份你说是大概200多吗？嗯，200多块。谢谢。这个是很厉害，真的很友善的价值。所以很厉害的原因是在完全美国的味道，嗯，然后牛肉一点台都没有，完全美国，牛肉非常好。老板是美国人，就是美国回来的啦，就很厉害耶。所以是你也会点的东西，应该会。它肉质很好，可以吃的很饱，滑顺，会吃很饱。如果你想要饱，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文青类的，然后想要去咖啡厅上个网啊，然后有阳光洒进来这种，你就是适合去他巴德路那家店，因为他那个店很像那种巴黎的咖啡店，它是会打开，然后坐在中间。应该根据赵又廷在哪家店才去哪家店吧？没有，他应该两家店都会跑吧？那这样不会太累吗？你要帮他按摩吗？我就问一些废话。郑乃旋介绍咸蛋超人意大利面，绝妙组合，大获好评。另外这个是咸蛋超人，是这一盘对不对？我是咸蛋超人，对。但是这个是我唯一吃到菜凉掉还很好吃的意大利面，很好吃，而且它搭配咸蛋很特别。你想一下，我们台湾的咸蛋就混到意大利里面，而且很好吃，很好吃 ，cross over， 吃起来不会有平常那种咸蛋包包的感觉，嗯，很好吃。没料到咸蛋跟意大利面是配的，超合的，超合的。料理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帅的厨师吗？对，因为现在台湾的厨师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很多餐饮学校，他们都会让他们注意，你的仪表是很重要的。以前的厨师就会穿一个拖鞋啊，穿一个背心，从厨房冒出来，满头大汗，又是油光闪闪。可是现在的厨师这样很少。如果刚刚那个启维在阳光洒下来的角落泡咖啡，你会想要从后面抱住他吗？我不会耶，我注意的东西常常是一个。咖啡店里面的氛围，比方说他放的音乐。我们下一次做一集咖啡店帅哥，好不好？就是适合从后面抱住的咖啡店帅哥。你今天怎么不拜阿基师？没有嘛，因为最近比较忙嘛，我来算是来代班嘛。他最近你是在避开敏感话题吗？也不是嘛，因为有时候如果一模仿的话，不小心擦枪走火，一不小心就滑进去怎么办？会擦枪走火。滑进去那个线贱啊！你滑进去那个线，你怎么会这么坏心啊？是好歹是长辈，我们就没有在模仿。现在已经进不去演唱会现场，你就自暴自弃对不对？我也希望一不小心就可以进去演唱会。你真的进不来。这一道是西班牙烘蛋嘛？哪一位？我介绍的。那这个来自那个 Jamlin， 不是，它是二本餐厅。二本，要不要来点腰果奶？它那个饮料是。就是素的，因为他这家餐厅很特别，就是我的摄影师他是吃素的，可是一般的那种素食店就是都会很无聊，然后他们店这个是完全全，可是他是比较养生的。我跟你说，他这个饮料没有到很，我让他特别的点是泰国的椰奶，可是确实甜的跟好喝的，真的吗？而且它这个饮料是抗癌的，我觉得好像变成郁金香很淡很淡的咖喱酱，哦，有点泰国的咖喱，感觉好像是我那个我觉得有一点咖喱在里面，是你的椰奶，还有就是椰奶跟腰果，有点但有点刺刺的味道，椰奶那应该是放姜黄吧？对对对，姜黄椰奶跟腰果，其实就是我们吃咖喱饭的时候用到那个酱料吧。对。嗯，然后他那个西班牙烘蛋是，就他们整间店是都是做素食的，可是他不是会让你吃起来觉得很无聊的那种素食，因为视觉上看起来非常好吃，就是很丰富，就是一个，而且因为我不喜欢就是那个东西一大份，就是一看到就会很饱，然后是那种就小小的，就是你还可以跟朋友一起交换吃这样，是，对啊。我很喜欢，是不是？好吃，这比真的好喝，好不好？我很喜欢这种装在，直接装在那个烹饪的那个茄子。可是我觉得他店很酷的是还可以喝酒，就他各种酒都有，所以他不算红酒、白酒，然后 whisky 啊、啤酒什么都有。请问这道是谁的？也是陈凯旋。这是什么？粉红的炖饭，浪漫粉红炖饭。加红，你说他的菜单上面写粉红的炖饭吗？不是，是浪漫粉红炖饭。所以这个粉红炖饭是
粉红色是来自什么？那个甜菜根。哦，甜菜很健康，跟好像是许建国会喜欢的哦，粉红比较少女一点，粉红。其实我还真的蛮喜欢吃那个番茄蛋炒饭。你要来试试看这个浪漫粉红炖饭吗？好啊，好啊。所以这个是哦，有分好是大家分好了，是菇类吗？是什么东西？是杏鲍菇吗？这个香菇吗？香菇，香菇，这里面香菇还是？哦，这个是香菇吗？香菇，菇了，哦，香菇，菇菇菇。然后还有这个炸很脆的培根，很好吃，很香，好吃。你喜欢这味道？我喜欢，而且它炖的很够烂，清爽。所以其实它是炖饭，就是炖饭，炖的烂，然后长成粉红色，对。好吃哎，这小孩应该是还有培根，就是不打算给很 man 的人吃就对了。因为咖啡店课程还是女性居多吧。是，所以这种用甜菜根，可是它甜菜根只是为了颜色，不是为了。可是甜菜根是非常营养的抗氧化食物，我觉得多吃是非常好的。凯旋，你介绍两道咸食吗？对，另外这个是咸蛋超人。是这一盘对不对？好像咸蛋炒的虾子。对，这很厉害，是我们去咖啡厅啊，常常女生会聊天，然后如果聊比较久，菜都凉掉了。但是这个是我唯一吃到菜凉掉还很好吃的意大利面，因为有些菜凉掉你就不想吃了。对，我觉得这两道都是，我觉得凉掉都好好吃哦。很好吃，而且它搭配咸蛋很特别，你想不到，我们台湾的咸蛋跟现在混到意大利面里面，而且它吃起来吗？很好吃，它吃起来不会有跨界 cross over， 它吃起来不会有平常那种咸蛋刷刷的感觉，它好吃。没料到咸蛋跟意大利面是配的，超合的，好特别，超合的。因为我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朋友是把我本来不敢吃的纳豆，是混，不是那个人哦，我知道。他把纳豆混进了意大利面里面去，很好吃。所以我后来发现，特咸的东西其实进意大利面会很好吃。意大利面没味道啊。还有谁的咸食没有介绍？有啊，还有我的香煎牛排啊，香煎牛排三明治，这看起来哇，香煎牛排。谁带？牛排跟这个姜化洋葱，然后这是哪家的？法国上面没有 ，Le Midi 香兰居。我这应该是今天最顶级最好的，因为我们的主厨他是蓝带。哇，他今天又来现场，这个好厉害！来一下，我们的主厨也是帅的吗？啊，女生你还要见吗？女生就交给你没有，但是他真的，我所以这个是把牛排铺在面包上吗？对，它等于是都是最好最好的食材给你做的。嗯，我相信他会喜欢。我是很挑面包的人哦。你请他进来，然后把话都讲完，你在干嘛啦？请问你，我要讲，因为你在蓝带念了多久？你是蓝带主厨吗？你一年，对。然后你就立志要回到台湾来开餐厅。其实我们本来是做那个比较 fine dining 的法式料理，但是后来我其实比较喜欢做轻食类的东西，所以我们餐厅里面呢都是像这种比较 open face 的 sandwich。那我们会希望牛排真的很好吃，是不是？我说，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不会乱，我不会乱讲乱搞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你们自己试试看。我不会。很好吃，谢谢你。超棒的，谢谢。哦，这边还有，来，这个是他们这次要送给你们的。今天特别做的，然后因为它这个里面你自己介绍一下，还有它的这个，好可爱，最贵的是1500的蟹的这个三明治，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对，它的这个法式小馒头，对，你看，平常你们店里就有这个吗？这个是来汉典也有一个，因为我们最近哦，这好把它做成一个小礼品，这好可爱哦，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就放在桌上，可是这个可以放多久？一天，这个其实如果不能没有吃的话，可以放冷藏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像里面我就尽量避开美乃滋会容易坏掉的东西。小珍，会懂，给成熟女人吃的。啊，这一盘都给你吃了。那我真说好不好吃？你说好不好吃？但我在里面很幼稚。我说好吃，好不好吃？好吃，非常好吃，真的好吃，就是很好的东西，对不对？很惊艳，你们一定会再回去。好，现在接下来出现披萨，披萨了，请问是哪一位啊？我的，这个是下午茶吗？所以这个是在天母的一家，可是它那个店名是法文，我不会念。是意大利文吗？米亚克西纳，我知道那个在成品，不是它不在成品，它在那个搜狗百货的旁边隔壁。它的隐身在那个大楼的一楼，然后完全进去你根本都不知道那边有开店。我真的看起来是挺吸引人，非常的好吃。我跟你讲，尤其它那个。番茄还会，我觉得还会爆汁哎，真的吗？对，热的时候你一咬下去，还会吃出来，来爆一下汁。它这么扁，有可能会爆汁，好吃对不对 ？Pizza， 超好吃。我在意那个面皮，我吃就知道到底好不好吃。
来吧，汉堡，这我吃过最好吃的披萨，真的非常好。所以你怎么可能冷掉还这么好吃？对啊，你怎么会跑进去？我没有，那个刚好是我生日，我朋友请我去那一家，我就觉得哎，这边怎么开了一家店？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住天母20年，完全不知道这家店，就进去吃，哇，惊为天人哎！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因为它番茄味道都还在，而且推荐给任何朋友去吃，每个都说棒。它这个感觉是真正意大利口味哎，对，比较重一点的，你知道吗？这种刚烤出来一定非常好吃。这家店里面是有很多种披萨吗？对，它很不同种的披萨很多。潘姐，你没有吃到？它是一个黑色的盘子装，很漂亮。你要吃我的吗？哎，好，谢谢。你不吃鸡肉？怎么样？忍掉也非常好吃，好好吃哦。真的很薄，真的我觉得很棒。你真的很勇敢哎，别人讲过话你都再说一遍。当然，他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还好吧？就是满心期待想要听你说什么，就好了。我知道你们是强势媒体了，好不好？强势代表，强势代表。还有一个派嘛，对不对 ？Kish， 哇，咸派吗 ？Kish， 哇，胡天蓝，你有听说 Kish 在台湾非常？不容易流行吗？我是觉得，如果说你长时间在国外待过的人，可能对那个西式食物比较熟悉的人会比较喜欢。就是你要很熟悉，而且待很久的。这是你介绍的吗？对，这不是我介绍的，木西眼。因为我对咸派一直有记忆，是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是高中的时候会去上一个外国老太太她的英文写作课，那我就在她的家，那她每到3点半她就会。说我们来吃点心，他就常常会做咸派，然后他的咸派，但是我喜欢这家咸派，因为台湾做咸派的人不多啦，但是这家很有蛮有名的，他不在我的回南活动范围，他在大学那边，对，这是哪一家 Picnic Cafe， 对，他的咸派是两个口味。他对他，我今天带来的是比较特殊，它比较经典的，一个是培根，然后另外一个是鲜虾，田园鲜虾，有一个是培根，一个是鲜虾，好吃归好吃，可是你就会想说，如果这个口味是做成意大利面的话，我就会点，那就完全不同的东西呀，鲜虾，因为它是。就是有一种喜欢的人会喜欢，因为写东西的人觉得这种吃起来很清爽，味道好重哦，那你知道像蒸蛋呢？对啊，像一般人 OK， 像你说什么？鲜虾的味道好重，重是好还是？就好像好吃，一种味道很浓吗？就是。一种味道，什么味道？说不出来。它这里面更厉害，一种味道。它这里面主要的食材就是蛋，它打了非常多的蛋。它应该上面那一层就是用虾红素做的吧？而且它的，你说它这个派里面不放马铃薯，就放全部都是蛋哦？不是，它有放马铃薯，但是这个咸派里面本来就要用到大量的蛋。而且它还蛮厉害，我觉得它结合台湾的在地食材，像咸派里面常常会用一些菠菜，它用的是地瓜叶，所以我觉得。蛮爽口，它里面有一个口味，就是那个黄颜色上面。对，那个为什么那么重？那个里面好像用的是一种意大利的腌花椰菜，一种制花椰菜。哦，那是来那个味道是不是？对，那种腌花椰菜，有点像上海人的老雪菜，像酱菜那样的味道。OK， 五位女生加一位男士帮我们介绍这个他们发现的咖啡店，有些是接近餐厅状态的美食哈。那许建国今天吃下来，除了你自己推荐之外，你最喜欢哪一道？面，就是黑鸟咸蛋超人的意大利面，非常好吃。小熊呢？我喜欢吃披萨。哦，对，薄披萨，超薄片。我喜欢那个蒜泥很。哦，那个炸鸡，扎在那个炸鸡上的，我觉得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特别。炸鸡，凯旋。小珍的帕里尼，牛肉帕里尼。许家人。我应该是刚刚木西园的那个蛋糕吗？对，蛋糕焦糖那个是我吃到，我觉得外面撒焦糖片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的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优秀，就吃到以后你觉得会很惊艳，是，你就觉得我觉得我嗯，所以今天每道菜都很惊讶。我的那个蛋糕干嘛强迫别人啊？牛肉有啦，这个牛肉很好吃，然后牛排真的煎的很好，然后那个蛋糕也有让我惊艳。胡天蓝呢？我最喜欢的两样，一样是这个全素食，都是酸羊红蛋烤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上来的这个咸派。咸派哦，咸派的哪一个口味？咸派的这个，我刚刚说的是那一种意式制的那个花椰菜虾的那个口味，那个太特别。老师好演，所以你反而你喜欢那个味道，徐老师不喜欢。我觉得那个，我刚刚还特别吃点草莓把它盖住。那 S 呢？我喜欢奇味。
阳光洒进来的咖啡茶。喜欢咸蛋的那个面，然后还有曲老师介绍那个牛排那个，是不是？三明治，我那个是那个好吃。启维可以去演唱会哦，他可以进来，你不行。